我就先让他来看看你家那狗，他俩一对视，指定有意思。洗澡呢？我们那个可比你这个聪明啊，我们那个不会吃石头的。跟我妈说的声有味儿，告诉我千万带她来洗澡。味儿是味儿，真的。这个狗从小到大就感觉。完了，这下再也不带来了。每次来体验都不好，真的。看着了吗？对吧？这抖的老厉害了，我手都抖了，都干了。经历了十多分钟的吹风和查一查，健康码终于洗完了。这不是跟二百一样吗？啊，咱俩这玩意儿在窝里放。还放，窝里放。没事，有份健康就能好。对呀、啊。快走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人走吧。啊，急眼了。啊，行行，弄。哎呦我天哪！跟俺家以前那一样样啊，一模一样。咱俩一模一样，起步就飞，啊，起步就舞蹈，啊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你是不是第一个见到比你还二的？啊，但行，我以前就这样啊。还你看还在聊呢，哎，行 ，no， 他俩长得真像，像，他就是没有毛嘛，耳朵都像。耳朵，哎，二百，你还记得他吗？他给你缝的耳朵。对呀、啊。你看，没有印象，他就一直瞅着上。那时候已经麻了，没有印象。这屋没有好人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别急眼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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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来，来了，你看来了，你看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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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太猛了。我还不敢上前，你拦我！演的太猛了，这样，那挺好玩。来，王子来，你看他在这儿，你看他害怕了。来，这条白色贵宾犬呢，之前演的都挺好，但是在主人不拽着他的情况下，他没敢再来找健康码。说到底呢，他俩都挺怂的，是两条同类型的奇葩狗。